二一，从我们的剑心这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剑剑姐，青梅竹马，马到成功，老马识途，一马当先，万马齐喑，万马奔腾。啊，这是我要说的。对不起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来，自己选一个吧。来，你不能想好一个成语，然后结果前面你得平时背俩，背俩以上，俩以上啊。对，来，我头太大，还你非得朝了自己，你朝了自己能接受得了的。哎，其实先输是对的，他可以先挑小的呀。对呀、啊。你先说啊，自动长大了，再也不是那个五岁的矮矮的小伙子了。嗯，来吧，嗯，对，你看他搭完还挺好看的呢。是呢。来吧，好，第二轮游戏继续开始，来，三二一，走着。土牛木马。啊，没听过。没文化的人。二。故意的。故意的，来，对，套上了。好，第三轮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能从那边先开始。可以，这回咱们从子栋先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怎么从那边吗？不是。再来，该你了，穿衣服，穿衣服，穿衣服。来吧。龙马精神，车水马龙，问牛知马，马失前蹄儿，万马奔腾，一马当先，马不停蹄。跟我一样，你这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千军万马，万马齐喑，万马奔腾，指鹿为马，马上有福，太好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建安司马，马到功成。哦，对不起，节奏太慢了，对不起，我说贾玲节奏太慢了。哦，马到功成，就是、啊、马到成功吗？也对，也对，马到功成也对，对吧？马到功成也对，对吧？拿手机赶快翻译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们说对，我就有自信了。三二一，本轮从新月开始，来，开始。天马行空，谁呀？鞍前马后，马失前蹄儿，万马奔腾，三步是马，马首是瞻。人仰马翻，龙马精神，马狗逐羊，什么玩意儿？也有今天。你把最难的弄出去了。快，来，加油！可以，真好看，真的。最后一轮，谁要是输了的话，谁就把这三件剩下的几件全都穿在自己的身上。来，三二一，从新月开始，游戏开始。青梅竹马，万马奔腾，龙马精神，鞍前马后。马失前蹄儿，马到成功，人仰马翻，马不停蹄，马上就、啊啊啊、太好了！来，我们得服侍一下这个主持人。哎呀，这主持人可太棒了！演哥啊，这个时候考验你人品的时候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人品。咱俩是搭档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对不起。人间有真情，处处有真爱，你们都这么对是吗？我喜欢你这样的搭档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妖魔鬼怪为我们带来的 PK 秀。